敲响近思钟鼓，近思阅读书轩正式启用。启用前，学校已经让学生阅读近思语。好话一句，愿你终生受用。人生一辈子当中啊，其实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有时候你想到一句话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当下的情绪。那心情处理好了，其实事情的解决就很顺。跟书轩先进来哈，让学生们哦可以感受到书轩的不一样，然后在同学之间的分享。讲之后呢，他们可以为相邀一起来书轩啊，读好书。早从上学期开始，慈济志工就在学校近思阅读空间进行各项的带动，教师研习或是书食夏令营等等，为学校注入活力。放松假，减轻那些上课的压力。这里的书都很正向，句话就很多力量。孩子在下课的时候。放学之后，等待家长来接的时候，这段空间的话，我可以来这书轩，只要翻开一本书，读了一句对他人生有益的话，事实上他对孩子是一辈子改变。好书好空间，带给学校满满的书香气息，志工的正能量也在校园形成爱的善效应。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高雄报道。